进攻万花筒，老铁五大囧第五球，功夫熊猫属实可爱，阿莲也忍不住帮忙整理发带。哎，你这好像弹我脑瓜崩的吧。第四球，大韩一屁股坐上广告牌，裁判怒送一踢，不行，这可是我们财团。第三球，大韩管他叫屁轮，就屁轮，屁轮表示那我也叫他猪脚了的。第二球，体格过大，你不能起身太猛，吓坏裁判更是罪加一等。什么玩意儿？第一球，大韩危机关头仍能从容出手，动作似曾相识，正是无独有偶，啥招多少都会点。回家球，功夫熊猫打小修炼内功，伤人自在无形之中，就算你伸手但是没碰，但是内力早已弥漫风中。嘟，空气犯规啊。